店人气爆表50万，节目精彩，观点犀利，哇哇哇！新闻大白话就是好看，5678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新北市议员原汁原味叶原汁，很高兴我们新闻大白话的 YT 频道已经突破50万了，所以太高兴了哈，挑一个舞给大家看。那我们希望我们的 YT 频道订阅很快冲破100万，到时候再跳更好看的舞给大家看，那么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YT 订阅人气爆表50万，节目精彩，观点犀利，哇哇哇！新闻大白话就是好看，5678。